你永远是我的宠儿。相见，惺惺作态。苏魂司的事情我事先并不知情，听雪已被关入仙域，他会得到应有的惩罚，你受到的所有伤害我会用全部的灵力补偿。不必了，我现在不过是委身魔剑的躯壳，要灵力何用？说什么补偿，不过是想减轻你心中的愧疚罢了。我来这里只是想告诉你，三日之后，我将以天魔之威，将仙门彻底覆灭。你恨我一人便是，为何要对整个仙门？为何不能？这仙门何曾善待过我？如果不是他们从中作梗，你和我怎么会走到如今这般田地？我不是没给过机会，是他们一次次将我逼到绝境。事到如今，就只能决一死战。那如果我以性命相求，可否原谅？让我原谅？除非南华山崩，四海水竭。即使你我为敌了，对，今日别过，就此了结。下次再见就是战场。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，我劝你也好，我都依你，做什么都行，兵戎相见也好，毁天灭地也罢，只是此刻我求你放下执念，做我一个人的宠子，就一天，可以吗？好。
好安静哦，这天地之间安静的好像从没有纷争过。重儿，还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我们要一起守护苍生，我守护我，这样的话还作数？我也想作数，可是天下不允许。若这天地间容不下我，那我就……那你就什么？那我就毁了这旧的，再造一个全新的天下。最后叫你一声师父吗？你永远是我的宠儿。Thank you.